像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人所提供的节目。咱新闻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每天呢都是现场的吼。咱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哇，落雨啦！我讲你甲六房马西路啦吼，哇，真大呢吼！甲这路呢，风飞沙啦吼，啊一挂垃圾啦，我洗净洗洗嘞，那么明仔呢，明仔接六房天上性命性格，而且感觉路哇，唔免用水龙车去洗了，洗啊足清气的吼。这是上天上好的安排啦吼，今日甲落落嘞，明仔应该爱好好天，好大家呢吼。人讲娘妈做啊，当时呢吼啊，咱更叫吼，即系所有的辛苦工作人员呢吼，咱妈祖婆的轿呢是用钢的啊，所以讲行卡啊，对伫后壁打钉的啦、打灰啦吼、水香的，大家拢是用步行的，然后真的非常辛苦。那么记住。六房天上星庙过路千秋，一切圆满啦吼。那今日呢是咱的李神祖啊，人讲李顺阳祖师陪有帝君的万寿圣诞。那么伫这呢恭祝咱的李顺阳祖师呢，好万寿无疆以外嘛，一旦吼咱的顺阳祖师呢吼，伊所留落只吼，咱讲口诀经典，好咱大家呢吼有法度呢。遵照着伊个脚步，然后大家来人生，然后成就安尼。来，今日咱的李师兄讲要听一段吼，正老个嘞，中段元帅，然后这样来向家己做安排哦。中坛元帅。
人生有个坑，掉进去就没救。为什么？讲人生无捷径啦吼。啊，遐个苦苦遭罪，或者是要等待捷径的人，其实拢是咧浪费家己的大好光阴啦吼。为什么？捷径是人生最远的一条路。想来讲吼，你想要走捷径，但是它会变成你是最远的一条路。咱呢讲个捷径。无非就是咧讲，别人的成功的路，咱呢总是呢，只看到别人上光鲜的那一面，然后，咱拢敢那看到人哦成功，但是咱无去看到因艰苦建立出来这个成功，这段路呢吼，我们忽略了别人经历无数的劫难与痛苦，所以讲吼，咱敢那看到人请赢，哇，感觉羡慕，好羡慕哦，哦，人的人你也看，人那遐高。但是呢，咱忽略了别人经历了无数吼劫难与痛苦啊，咱无了解，无了解人安怎成功的吼，所以没有哪个人的人生是容易的啦啊，咱每一双脚哦所行出来薄利的吼，咱讲走的都很艰难，走的都很吃力啊。最后咱定定讲的某某人吼。一旦呢吼，看到什么款的背景啦、啊，什么关系啦、啊，去拄到某某贵人啦、啊，其实这咱拢是咧含面幻想吼。咱家己无这种好康的代志，但是咱来去想着讲，哎、啊，某个人今日个成功，一定是拄到什么贵人，还是什么裙带关系，还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吼，啊，咱嘛就希望安怎，咱就希望奇迹也会降在你身上。其实。咱拢去讲抹杀人家成功里面所走的辛苦艰辛的路，咱拢会去讲吼啊，要个讲个简单讲啊，心生了个淡薄嫉妒啦吼，啊来心生了个淡薄嫉妒，咱会离成功的捷径愈来愈远，因咱无想要去学，好、哦，咱最终干来甲家己讲啦，你唔忙啥，你只是一个梦境而已，人呢？无像咱想的讲，你想要爱啥都有啥吼，所以也不要把命运吼交代吼啊一个，那咱讲没有实现的愿望了，不要把命运交代给一个没有愿意去实现诶，这个吼机会几率不可能诶，你都唔忙戆了时间底下，所以讲吼，咱有一种惯性然后松懒吼，咱家己无多去修补机会。因为你自己一直在、哦、找机会，家己一直在找机会，但是嘛，一直呢、哦、把自己的机会流失。为什么？因为咱无家己算准家己啦、哦、你到底会当得到偌济机会？是你家己的能量，你本身的，咱两个讲一个人的温度好歹，甲咱家己的这个啥功能，一个人的功能有够遐。自然你都有法度做遐济工课，啥物叫做功能？功能就是技术啦吼，啊，过来就是学问啦吼，过来就是你家己本身所学的遮，迄个叫做啥？你生存的功能啊，你生存的功能，就是你的用途，你有法度发挥伫对，当然啦吼，你都有法度伫对发挥，啊，发挥你都有法度伫遐，你就成就，那是一定的啦吼。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训练自己的功能，不要用侥幸的心理，吼、哦、啊、去找原因啦吼、哦。做代志千万不能抱着那一种，吼、哦、这次不行，这次不成功，那下次就不想玩了那种心态。啊，啊，这个呢失败了，规日放弃呀，莫这种想法啦吼、哦。所以吼、哦，咱讲，咱要考试进前是不是要复习？考场中作弊。那准好你成功啦，是一届尔，无可能。啊，所以无可能，因为你无吼、哦，你无认真吼、哦，你会当呢真正去得到啦吼、哦。所以咱定咧讲，不要吼、哦、把时间浪费在
我们不想浪费，但是你又没办法让你自己觉醒，然后啊，咱有时咱常咧讲哦，啊，心思开伫个功课顶关，但是每一届考试为什么那拢未拢考无到？好、哦，这有时阵是咱用功不够了哈。过、哦、来就是讲温度相反，现在是有一点点哦，用功努力加上机会了哈。机会是咱来家己，让咱家己啦。你讲是不是呢？所以讲吼、哦，咱呢每一天都是爱认真看清咱今日要做的代志，看清咱今日要行的路啦。你讲是不是呢？追求内心，吼、哦，即种种吼、哦，咱每一项咧吼，咱定讲众生即相，啊，咱每一个人嘛同款啦吼。佛陀开始讲无常智慧，修诸世间呐，吼、哦，就是咧讲到心以外之一切相外表，拢总是人讲相相对性的价值，吼、哦。所以讲吼、哦，咱什么人会当把握，那什么人会当去做？啊、所以讲吼、哦，无明潜伏在、哦、你自己每一天的身上、哦、你的心里面无明所致，所以讲咱的百怀不安、啊、所以咱在讲到这个相，那是人心无明所致、啊、所以讲迄、那个相，咱求安也是不安，要看咱家己啊、哦、包括吼、哦、咱所知的吼、哦，无论是咱所看到一切外境相所转所灭所现。相含在七情六欲内底，烦恼苦境内底，所以有时吼，咱来讲，混世太平啦吼，咱的心境乃是受相所迷，所以讲未建立人生正确价值观了后，咱对咱这个时时吼，时而自大，时而自卑，失事则以自卑，得失则以自大，安尼呢吼，就讲咱得势的时阵，和咱自大；失势的时阵，咱就开始自卑，啊，自卑了后呢，咱就会安怎？啊，咱就困顿咱家己啦吼。啊，如果呢吼，咱啊，逐天呢吼，伫咱的日常生活内底面吼，咱唔是干那讲伫看的吼，时空之转移而让你每天所想的吼，不管是失望万叹，还是诸上非常，咱拢希望安怎？希望讲，因为吼因时空之转移吼啊，不要让它变质哦，咱人呢吼。莫变质，自然的好歹，吼、哦，伫咱只要一用心，你自然就会当去改变啦吼、哦。所以讲，咱讲上乘的功夫放得对，人生真正是短处啦吼、哦。啊，七八十年啊，都过啊，吼，别来世界而空手回啊。所以这是咱常常咧甲咱吼，希望讲咱的道亲啦吼、哦。现在社会竞争真厉害啦吼。哦咱应该爱戒朴守之心，为什么讲戒朴守？好、哦，戒这个朴守之心，哎，咱来善于克制，自我排遣，好、哦，淡化小恩小怨，然后啊，处理好人际关系，心平气和，咱会当平衡阴阳，调和两脉。好、哦，啊，咱啊，如果讲吼，咱每一天呢吼，哎，当保持大脑安静，好、哦，发挥脑细胞的潜力，协调生理与情绪。减少热能的消耗，哎，大脑安静的，虽然辛苦呢，吼，肌肉放松呢，吼，气血的畅通，达到心安神安、心静神安，而脑不衰的心境界，吼。所以咱今麦的讲吼，医学强调啦，吼，讲以气养生是以养生之道主张，概括以下，好，咱了解，元气为生命之本嘛，好，咱人有所要求，有所追求。啊、但是呢，不奢求了哈，因为奢求会阻碍身心。人应求其所能求，舍其所不能求了哈。心安而自得，心安立定。一对五秒音声连心团。
所收听一段五秒音声连心团，陈先生讲，咱的服务电话5916045。人生遇到挫折困境，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化解呢？咱来坚持，吼、哦，人讲要坚持对的理念，还要培德。能够找出困境的原因，然后都不管咱的人生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困难，拢爱生起勿畏困难的心，然后要有责任去承担。那么这人生当时往咱家己身上找原因，然后所以讲行有不得，宽求诸己的这句话，然后所以无聊听甲咱教，讲遇到逆境挫折，不是自己世界末日。而是要找出对的方法，坚持对的理想，就是咱讲才有这个柳暗花明。好、哦，所以咱的上惊是惊咱袂这么着自暴自弃，放弃咱家己。咱无要从这个问题当中去找原因啦，吼、哦。咱修行嘛，同款，那不要半途遇到困难阻碍，啊，咱就甲放下去啊，吼、哦。如果咱甲咱家己的不如意，吼、哦，去怪罪天。哦，怪罪咱的命，怪罪所有种种，吼、哦，不力求改进，不鞭策自己，吼、哦，安尼是唔对的吼、哦。所以咱要安怎去，好、哦、翻转你的人生？失败唔是全部是歹代志呢，因为咱有迄个失败，咱才懂得去反省、去修正。所以个心门打开，接纳别人正确的谏言呐、啊，人心呢，好、哦、会有逆转胜的机会，那是一定的吼、哦。说把人安怎蒙？别人怎么看我都行，自己问心无愧就好。苍天有眼，人心有感呐、啊。哦，心生一念，天地哦，对嘞。人讲人若欺利，人若欠利。哦，如果是因果的话，那你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去修圆满。这个圆满面那个高位面那个圆满呐吼。所以有些人在讲。咱观世音菩萨，吼、哦、啊，定咧甲咱讲吼，只要咱肯学习，只要咱肯用心，只要咱肯奋斗，只要咱肯包容，只要咱肯付出，只要咱心存感恩，只要咱心存大爱，人生都对吼、哦、会有很充实的回报，生活就会吼、哦、很吼、哦、咱讲，和咱咧伫咱日常生活当中咧吼。哦好的事物都会在咱的身躯边呢？为什么说好的事物都会在你的身边？哦，这就是咧讲到咱人的心念念波呢，那是非常重要的吼、哦。啊，咱父母啦吼，还是兄弟姊妹的关系啦吼，今生哦所遇到的，这些拢总是因缘呐。哦，而且因缘呢，吼，上介好，就是伫今生都去个圆满啦，吼。不管讲今日的对待关系是好是歹，我们今生把它当作是最后一次当人啦，吼。所以人讲啊，今世人咱嘛唔知啊，来生咱嘛无了解，就是干了这世人，要安怎去搞这个工作？吼、哦，就是讲该交代你身上的，该要你身上去完成的，阿人甲当作最后一世人，爱去个圆满。安尼尽本分去甲做，自然呐、啊，就会当圆满咱的果啦吼。你讲是不是呢？
所以咱讲事共家贤，就是讲人生人心难得哦啊，所以讲轮回过患啦吼，业报因果啦吼，啊是死亡无常啦吼，即个吼，咱要强调初期者应该多方面参考啦吼。现在讲咱即马即个吼，佛咧讲的即个教义吼。讲得真简单、真清楚、真明了。咱之所以因为机会，吼、哦，所以咱拥有宝贵的人生与自由，啊，这是咧因以讲咱过去生的善行，吼、哦，所以讲咱才会当出世伫这个蓬莱仙岛。咱有这个善业功德，因此咱的福报真大，吼、哦，咱会当伫这个自自由由的宗教，吼、哦，和咱去选择你要信什么拢会使，人生呢？非常殊胜难得，会当去拄到一个蓬莱仙岛的宝地啦吼。安尼即卖呢吼，伫这个蓬莱仙岛的宝地，不但自由吼、哦，你要努力勤修正法，生命长短吼，拢、哦、无因为战乱啦吼，无、哦、因为吼、哦，咱讲不得已的，哦、有的人是吼、哦，咱未晓讲伫太平盛世吼、哦，好好去安心吼，临、哦、命自在，所以因为咱人。来到这个人间有千百万种的人类，咱讲，国家国土无同款的生活方式甲环境啦吼，咱不能确定你今天，吼、哦、啊遇到了吼、哦，明天会不会遇到？像我做，咱即卖咧讲网络，你看迄个崩山啦吼，迄、哦、真正崩到你看到你的心惊，为什么？一下惊咧，哗，一粒山无去啊！吼、哦，啊，有的人拄好对啊过呢吼。哦都会过的过，都未过，你看怎啊砍落？所以咱讲死亡，吼、哦，伫咱不管是用个带来伫咱身躯边的一种，吼、哦，咱讲咱家己唔知啥物时阵会来的，走伫咱的面头前。多咱伫这个吼仙岛，咱讲蓬莱仙岛，福尔摩沙就是台湾宝岛。即个目前吼，咱讲太平盛世嘛吼，啊，过来讲，咱的这个科技吼、哦、发达。要知影世界所发生的代志无困难，所以等于讲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啊！吼，每一个国家所有的信息啦，拢会对咱的网络顶管流通啊，哪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所以你要看，咱即马会使讲是，伫咱即马这个科技社会帮助咱真济啦吼，会当互咱看到世间的真济景象，互咱来去更改咱家己啦吼，啊因果。啊，咱讲随着业报啊，所以讲咱人来到这里吼啊，人世间每一个人拢有，但是来滴蓬莱仙岛都是要你修果的。我感觉讲这个地方是非常好，吼、哦，咱今日会当勤修定功，吼、哦，会当积聚福德。伫这个蓬莱仙岛，咱就会当成就，唔是你大修大成就，中修中成就啦，小修小成就。一个家庭有一个圆满，这嘛是重要咯。你即马伫遮幸福快乐，你就是成为一个吼人间的地仙啦吼。因为家庭圆满吼，啊，咱伫咱这个平常时呢，吼、哦，咱会要紧吼，咱讲供修供养吼，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吼、哦，请转法轮吼、哦，啊，无量诸世诶，咱讲心性诸世啦吼，啊，伫这个时阵呢吼，你甲咱时时来教化咱。思想呢，啊，无忘记着这个菩提心修行，以及咱这个吼禅观的意义，融入我们生活的体验当中的行住坐功来对，咱持续保持这个吼禅观中的觉修，吼、哦，咱讲观世间的万法，包括自身呐、啊、众生呐、啊、一切外境，拢是啥？咱来这个看事清楚，实无实性呐、啊，就是咧讲人来世间是安怎？就是来佚佗的啦吼，啊，既然来世间是来佚佗，但是咱将心自然安住清明，日不散漫嘛，心无所缘，啊，不为生计的念头所牵引，尽可能随时把心保持在简单自然，哦，这种的吼修法当中，是不是就好？咱讲，会觉得、哦、我们很庆幸，然后。啊，所以咱先观想到咱的母娘吼，伫咱伫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呢用回想，还是说在静坐的时候，可以见到与母娘呢吼隔空对话啊，跟母娘隔空对话，就是你的心有念母忆母，然后有去思念母娘，母娘的法自然对你的心中显现。那你伫你心中显现的，你所想的，吼、哦，那母娘迄、那个。音声就敢那伫你的
哦，脑海内底，伫咧波频内底，一波一波的在演讲。所以咱常咧讲吼，人伫这个观想当中呢，哦，可以哦，隔空与母娘对话。因为甲母娘的经典读甲足熟的，那么你就形容吼，唔是幻听哦，你内观的时阵，心静静甲一个结束的时阵吼，你会感觉哎，有一个真柔人柔嫩吼，啊，真温暖的声音伫你的哦，咱的心室内底面咧甲你鼓励啦吼。鼓励咱坚持啊，所以讲我们借着对母娘发出强烈真诚的好、哦、这个意念，那母娘强烈真诚的慈悲心呢，吼、哦，它就会渐渐在你的心事里面加强，吼、哦，给你加强，它会在普及一切你的思想观里面去给你，能够灌烂的灵。我们先对好、哦、母娘要有这样的信念，然后观想发出。动定，哦，你要跟母娘隔空对话，你要伫咧心事内底面要接受母娘的教化，你伫这个声波内底、音缘内底，你也先有啦吼，先有甲母娘的接受，但要安怎接受，就是母娘的教化甲经典内底面呢吼，你只要参透一句话，就如同母娘甲你的对话啦吼。你参透一句话，你有做有行，你就等于在实践母娘给你的法力了哈，母娘给你的法力。所以吼，咱希望讲要哪去吼回报母恩啦吼，要哪去回报亲恩，回报咱母娘的恩，回报这诸佛菩萨这个辛苦来教化的恩，我们就直接吼在种种吼日常生活当中去应对。愿我们三世所积功德，然后会当呢，吼，好，咱伫这个吼满足喜悦当中，吼，获得了，吼，啊，咱的这个安，当讲，咱家己本身的这个吼行住，平常时呢，当安分主心这条灵呢，会当提升过了吼，啊，这个位呢，吼，咱讲关格。来看咱家己定啦，功课定愈悬，当然修法就会愈好。啊，所以咱讲提升咱平常时的赞处，自然就会当啦入母娘的圣域啦。你讲是不是呢？入了母娘的圣域，就如同哦投入母娘的怀抱，如同母娘呢用隔空的教化哦，如同母娘隔空在与你的心事交流啊，这就是咱讲。在这个意念里面，我们就可以呢，吼，去了解母娘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哦，噶，咱这个经典呢，降在这个世间，然后呢，吼，佮予咱这灵力红路有因缘机会，然后啊，听到母娘的音声教化，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然后，那恁老师要服务，免客气，慈莲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来，咱来听一段忏悔。忏悔心生地
慈林必胜宫连续提供的节目，在收音机上调频广播网89.3做了播出，来进一段广告。慈林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今天拜六了吼。啊，有供修哦，啊，个人就明仔要随乡来帮忙过路吼。啊，咱今天晚上的通道，啊，那远路的咱要伫江的吼，啊，大较方便然后。来，咱的希望讲咱的节目，啊，咱讲的是千百道理。啊，咱甲咱提供的这个节目当中，会甲咱讲到这个香品啊，香油款、素茶、贡瓦、小盘香、普莲灯。最主要的是讲吼，咱这个香是叫人本人所讲是配香，所以咱用的是灵草香、灵草，还有这个上板层，有秋三秋六，毛24点这样的香款。啊，咱啊如果要结缘啊，你就分享嘛，等于做缘赞助咱的这部经费啦吼。红道印证也好，节目经费也好，啊，你也就分享中一束啊经费。好，没想到这样呢吼，啊，家人来道歉呢，咱讲，大家讲一挂千百来，大家来做伙来空中结缘啦吼。啊，然后需要增加你蜂胶牙膏膏的气啦，是讲吼面要甲抹好以后较光吼啊，可能较袂暗沉呐。咱讲面嘛是等于是咱每一个人呐、啊、都会想吼啊，唔是爱水啊，上无嘛吼较庄严啦吼，抹好较庄严吼较光哦，看起来。哦，咱看起来比暗沉，啊，来合理面洗、兼抹、兼保养，然后，啊，是讲咱的对咱的五行来对，咱有个人讲啊，咱都拄着吼，啊，这嘛唔好，这嘛唔好，哎、啊，气象啊管，气象啊管，虫草王真的很好调理的吼。咱讲无病的时阵调理，这个正讲的，有病哦，医生看，吼、哦，这种的真呢吼，就是咱讲先保养，保养无病上好。啊，那等有病看医生，迄嘛是定是一种啥？有经有病，病埋甲咱折磨。所以人讲吼，咱的一个月吼、哦，差不多一盒啦吼，应该你若安尼一工食三粒吼、哦，啊，食一个月吼、哦，啊，咱内底有90粒针嘛吼、哦，啊，你再是甲食三粒，甲保养长期个保养一下，咱较无只病苦病痛甲咱折磨，安尼就有够本啦。吼、哦，啊，那讲一个月吼、哦，啊个。加一盒吼，咱五啊送一盒嘛吼，啊咱安尼去甲保养长期，去甲食，去甲分啦吼，啊咱若要讲个，用这会较会好，比你讲啊得病的时阵吼，再来你请人顾，吼啊所以讲咱一个月呢，咱能差不多开2000块来做身体听诊，啊应该呢对我们的身体有保养的方法，搁较好的方法就是保养啦吼，咱讲先保养。唔忙等啊，看到有病再来吃，啊，看到有病再来医啦吼。这就是咱古早医生讲，预防胜过治疗，这方面先来讲，预防胜过治疗啊。所以虫草王吼、哦，真的是很好了吼、哦。所以直接呢，甲咱报告分享然后，咱若要结缘，直接打电话591-6045，我关系多亲，咱家。控我感恩以上是广告哦。古早吼，听讲常言道，讲真话刺耳，假话顺耳，忠言逆耳，这大家拢知啦吼。你咧讲口腔的时阵，人也咧听袂下的时阵啦吼。当你呢吼面对的时阵，你会内心起无名火无？会啊，啊是不是起嗔恨也会啊？有时阵呢吼，咱一句话吼讲直话啦吼，当然是无好听。所以咱定讲真道难，是安那讲讲真道嘛真歹。吼、哦，啊你也讲讲一寡吼，安尼吼咱比较呢吼，互人听个较有兴趣的这种啊，这是靠绿。靠内文有一些故事架构的来对吼，安尼呢，电工那像咧带路安尼吼，哎，这样子啊，你买刚刚用故事引荐也是蛮不错的说法，但是你讲真多歹讲咧吼，真多最主要的是要讲我大家直接听，啊，但是不一定大家听会落然后，啊，所以咱讲真话刺耳，假话顺耳，忠言逆耳，那是一定的，所以咱得修哦，咱讲要。修啥？咱不是靠静坐、靠练功呢？吼、哦！啊，咱干那伫想讲，看咱会当安尼法力无边无，灵通感应无，咱会
会当安怎嘛？其实吼、哦，一句话啦，吼、哦，思维言行，吼、哦，先来讲思维言行很重要。伫咱的心灵思维言行，吼、哦，一心，吼、哦，咱讲有向道，行功立德，方能突破。吼、哦，这业障之拘束而改造命运嘛，这一定的。所以讲，咱呢，未使言行不一，吼、哦，口是心非。吼、哦，心性呢，真容易造会入魔，就是咱家己本身啦吼。吼、哦，咱若无注意，有时啊偏去，吼、哦，都会惊到造会入魔。甚至于呢吼、哦，咱讲想要修煞愈修愈糟糕了吼、哦，因为咱心灵思想上的主宰，咱人的气甲命运，吼、哦、是种能量嘛。所以讲人心失恶，用以去中嘛，就是咧讲这个晦气，就敢那未输讲物以类聚感款的艺术感款。所以人讲吼，伫学，咱要安怎会当吼行止，吼行层次，吼伫做代志的时阵，咱不做亏心，吼啊，佫一样就是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啊吼。咱讲袂使定定心口不一，所以言而无信，这绝对袂使吼。所以讲无言之言，无教之教，不行功立，吼人讲不行功立德。顶顶都是拢是会模考的对象，你若不行功立德，吼，以后就会有模考出现了吼。所以咱讲学子，如果若定定吼，啊，口是心非，吼，还是讲吼，心性足容易就惊偏的啦吼，啊，耳孔真轻啦吼，人咧讲啥，达古拢信，但是无所谓的吼，家己去印证。那安尼呢吼，咱讲学修难就难在对，无多去保持。我们的一味初衷啦吼，咱讲无法度去保持这个初衷，无法心口如一啦，言行合一，所以无法度去接受啊别人的吼、哦、改正，嘛无法度去接受别人吼甲咱讲，我好咱家己去反省检讨，无迄个改正的心啦，讲较简单就是安尼，吼、哦、无法诚实面对内在，吼、哦、啊所以讲每一个人呢吼，拢、哦、是有家己的想法。好啊，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他就不容易听别人的劝告，而是一定的吼。这是咱大家人拢有的个性较撇皮啦吼，绝对有的啦吼。啊，所以咱他较早吼一挂吼足牛的，而且吼道长真贤吼有出足侪册啊吼。啊，咱讲在这册当中呢吼，要让咱去看思维啦。但是每一本册呢，哦，咱看了后，咱有去甲活用无？那活用就是叫做啥？你知无？那活用，哦，这就叫做供。咱讲供养上师的意思是说，他的法你有用，你就是在供养上师。啊，你若讲哦，啊你都伊的法，你都有你甲看，啊看看你也无你甲用，就像咱念经做够念。吼、哦，念经足够念，但是咱无你甲迄个经文内底去啊实践，等于迄个经念念呢，吼、哦，同款是念伫个，吼、哦、你个嘴内底尔。所以咱对咧讲吼，这个修因强法，随着这个吼、哦、啊，这个因强要强用上强下施，要消除所有的怒气，那因共就是在你的心里面的吼、哦。咱讲六道众生闻香而满足嘛，六道众生是因为安怎？因为咱要甲众生结缘成就，上好的资粮，所以讲佛法是透过外在有形的种种动作，用来做开发内在每一个人的本身的基础。所以讲，你要记住里面，吼、哦、心供就是咧讲法供嘛，法供心供就是咧讲你有做啊，甲这个经文提来实践，你呢所做的这个供养，就是等于啥，就等于讲吼。你实际供养，不是用嘴的供养，是用实际行动的供养。所以吼，咱讲，咱要来去改变因果律，吼，要来去知影讲，这个因果律要来创造善业，吼，集这个善缘，生于善果，吼，因为不知缘，总不生果嘛。咱未要去增加这个缘，你都未要去生这个好的果啦。你讲是不是呢？所以咱讲善缘，善缘。善缘就是日常生活了哈啊，你我他就是你我他的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哈啊身上时常来的一种互动了哈，叫做因缘哈啊，既然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生存互动来的，那每一个人呢，大家说见面呢，
所看到的，所有种种你所接受的人事物，拢总是缘啊！你讲是不是呢？来，师姐，我们听这对天上圣母，天上圣庙，今麦咱就来做安排。
现在所收听这个妈祖新曲啦吼，妈祖婆来咱都听到这，咱讲人啦吼啊，听音乐也好啦吼，听歌也好啦吼，还是讲咱咧听啊，任何吼，咱讲钢筋摔跤啦吼，还是讲平常时啊，咱咧听这道理深啊浅啊都没有关系。为什么？讲人是时间的过客嘛，是宇宙中万物的之一，生命会随风离逝，所以只要咱的元灵与天地同受，所以生活来一定要有一个啥？一定要有一个，吼、哦，让我们呢，吼、哦，休息的空间，然后，吼、哦、啊，像那讲白那休息，咱人啊，心肝无事，就是咧休息，心无咧焦加，吼、哦，无咧烦恼啦，无咧掠讲啦，无因为某某代志不满，你就是咧休息啊，啊，别那叫做休息，休息就是讲让你的身心灵放下，才叫做吼、哦、休息，啊，咱拢吼，伫这里、个、啊，修说修什么？啊，修说修道容易，所以讲，咱定咧讲修说修修道容易，进境如何啦？啊，每一个人的修行成果，个人做，个人得，个人做，个人下啦吼。所以人讲，入门都在何处？庄子就讲啊，讲都在瓦砾，都在鸟屎之中啦吼。就是咧讲，讲这些粗看拢好像很不净，但是庄子伊咧讲的吼，的道理吼是实实在在就是吼，和你。看起来、听起来，你会感觉足奇怪。不过呢，伊有甲恁讲吼，啊，恁人呢足简单呢，腹肚枵食饭、困，吼、哦，顺天意、顺素食，调合自己的身体，吼、哦，你就会达到精气神饱满嘛。这身体、心理、精神平和，吼、哦，功，吼、哦，功过圆满，变咧超生上界达成。这个世间，吼、哦，咱每一个人讲讲修道会当得到，吼、哦，会当圆满、圆满见过上水的目标，就是讲自然呐、啊。讲较简单，你叫自然回归到自然一句话，伊就该带过啊吼。自然，用心爱安，安心向道哦，回归于大道自然，哎、啊，回归于大道自然。哦，咱讲道就是宇宙的元素所生的生命起源，所以讲咱讲道就是原本自然。啊，你都卖过去个，好、哦、造作一些事，所以该讲回归到最好的自然吼、哦。这就是咱庄子上好回答了吼。哦一共修说修道容易，进境如何？个人的修为，每一个人都自己去参呐吼。来，今日这部呢吼，跟咱开讲的讲讲讲啊，时间已经到啊。那明仔一礼拜日吼，啊，若帮忙过了会记哦，五点半集合啊吼，五点半的讲集合啊嘿。啊，咱永安木共修，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